这个绝对是他爸车嘛。这个车啊，9年前出过事故。那个车祸的目击者。为什么突然会想要查那场车祸？我拍的那堆照片，有几张好像被删掉了。这女生，你有看过吗？啊，你随便撞上了。同一个当事者都不想追究，你目击者追什么？ 不要对任何人提到今天跟我见面的事。我觉得你不要继续再查了。这绝对有问题嘛，哪有可能？